一整年下来，阿里只找到两只，一只到两只的公鸟，没有母鸟。雾台也一样，也是一只到两只的那个公鸟，也没有母鸟。我们很担心这个雾台地区的三麻雀可能在这一两年会灭绝。甚至像雾台这个地区，它的族群量经过湿地联盟的调查，甚至已经是接近，可能是讲说接近绝灭，没有完全绝灭。我们以 local 的角度来讲，我们不要讲说什么国际的角度来讲，基本上它本身是比什么黑面琵鹭都还要濒危。普遍的鸟种来讲，它们应该是适应能力比较强的，所以当这些普遍的鸟种、常见的鸟种变成稀有的时候，那其实真正反映我们环境上是有状况的。4月21号星期一晚间10点，公视《我们的岛》抢救三麻雀。